耳边半句情话，肩膀翅膀若所有美好都遇到，明夜不想逃，和你并肩老。选择是谁一直在任性的诉说，但其实有太多那样的选择。还有谁比自己更懂自己呢？如果能勇敢点，就不用逃避了。站台我一个人悄悄地下车，在路口说这封信是冰冷的，在胸口闪烁的红绿灯。大家好，我是 SH 4铁的鞠婧祎。因为之前一直在剧组拍戏，然后现在回来了，就开始要录音，然后要排练，就准备演唱会的东西。就是现在脑子里就一心是演唱会。我的粉丝们，我们就演唱会见吧。